由凤凰艺术团主办的蒙特利尔中国春晚将于2023年2月12日星期日晚7:30在 Plastic Arc 的 Wilfrid Pelletier 剧场隆重上演。本场晚会的主题是山水，部分节目由蒙特利尔凤凰艺术团联合国家级舞团 L'École Nationale de Danse du Canada 和省级舞团 L'École de Danse Susie Paquette 共同演出。这是中加艺术碰撞产生的火花，这将是一个令人振奋和难忘的夜晚。